三条三只本命兽魂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他手里的是黄金。变种能源。
是不知。见字典说，这招叫做技能。看来你应是个天赋魂技。这是狼人的技能。将对手的魂技踏印锁停起来。踏印，能够在对手施展能力的一瞬间。没有完全信任你，
烟，不可能一蹴而就。魂灵实验任重道远，刚才的狼人要落，别难受了，吸收他作为魂环吧。魂骨归你，我了一块左腿骨。狼人是你杀的，成功吸收了魂环，孩子们是魂王了，可惜魂灵融合失败。哎呀，不是，结果就是有惊险。是啊，而且这次虽然又遇到了，我的魂导慧芝也是学院和你们唐门合力以来，是多亏了你啊。哦，顺带一提，我们都获得了合适的魂环。小宇浩，这个技术。薛老师，好久不见，总算等到你了。你们果然来了。宇浩，我答应你得要退学了，应诺而来，挑战更多强者。当年马如龙使用一次，
骗秦兄了。